and try to take it in stride.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开头为什么难呢？因为开头是一个英文单词，它的意思是水壶。开头难，湖南嘛。你们也看出来了啊，我想了很长时间憋了这么一个破开头，说明开头真的很难。尤其说脱口秀，我要是开头不好笑，你们就都走了。我想了很长时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今天我第一次用，我试一下啊。大家好，我是略勤。非常高兴啊，今天见到在座各位，你们所有人的酒里都被我下了毒了，听完统一发解药，我看你们谁敢走。不要疑义，生活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意外。有的时候你以为这是一个喜剧，其实这是一个悬疑。说到开头难啊，不光脱口秀的开头很难，一段感情的开头也很难。你是谁？你昨晚帮你接了？江总您好，我是潘晓晨。对，关于您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开会探讨过了。理论上您说的那个情况我们是不能理赔的，但是呢，我建议您可以加一份人寿保险。当今社会，人人有保险，人有保障，有保险已经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多人都不只有一份保险啊。如果你被人寿保险这个名字吓到的话，那我真的要跟您解释一下。对，您不是第一个。因为人寿保险啊，它不仅仅是在对意外伤害上面给我们起到保障作用。要不这样吧，
您可以跟身边那些已经买了人寿保险的朋友咨询一下，你可以问问他们关于这个险种的好处，这样呢我们理赔起来的话也会比较顺利，您觉得呢？王金哥，我又来麻烦你了。早给你准备好了你要的化验资料。谢谢。就这些啊？对，你们研究生肯定够了。那是其他研究生，你看你这上面的重要的化验数据都是空白的，酶制剂种类也不清晰，抗氧化剂都没标明。啊，我这好不容易找你帮个忙，你这么敷衍我，不怕我告诉小陈姐？哎，行吧，那你跟我进去吧，其他资料在电脑里。行，在这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谁呀？我男朋友。走吧。喂，王宇发信息你看到了吗？你现在到哪儿了？我还在医院呢，手里有个急活，刚送来一条濒危的狗。我也有急活，我怎么就到家了？那我尽快。行吧，快点啊，相信你，加油，拜拜。别紧张，放松。所以，你多大？你看呢？我上学的时候，你出没出生？你离婚的时候，我已经成年了。我离婚，你都知道了？你自己跟我说的，你忘了？你昨晚拉着我不让我走，非要给我讲你的过去、你的经历。可以了。然后你就睡沙发上了。啊？啊！我让你睡床上，你不睡。我还真不识抬举。那你刚才说忘记了什么意思啊？你的故事，你的经历啊，只有这些啊？不是，那你还想？喂，李田。说好马上就到家吗？这都多少个马上了，马子路上了。我这真有一台手表。主，这狗也挺老了。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啊？我知道啊。那你说。是的。是咱俩七周年的纪念日。大哥，你平时那么松懈，你今天也要松懈吗？我什么我？你什么你？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你别说了，你赶紧回来吧。哦，对了，那个。家里儿子的灯坏了。你回来的时候记得带一个，知道吗？快点回来吧，拜拜。儿子，儿子，你说你爸是不是特别不靠谱？这么晚都不回来。来，妈妈喂你吃宵夜吧。吃一口嘛，吃一口，吃一口，妈妈特意为你买的小鱼干儿，啊，不喜欢。先别太难过了，王俊医生那个人看起来是有点闷，但是他医术很高超的，
您先别太担心了。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怪我自己，我怎么就给我家欢欢吃了这种狗东西，害得我家欢欢中毒了。奶奶，我用我男朋友的性命跟你保证，吃这个牌子的狗粮肯定不会中毒的。你怎么不用自己发誓？哎呀，我男朋友比我好使啊，他是这个牌子的老板。奶奶，您就别担心了，肯定会没事的。我回来啦！这么久，我等你等的都困了。我已经很困了，都等困了。真的困了。莹莹，你真的困了，但是我真的已经很快回来了。你真的困了？你是不是困了？是不是困了？是不是困了？哎呦，我有点饿，怎么办？说吧，想吃什么？哎，吃日料好吧？好啊，走吧。走吧。穿上你的衣服，马上。机票定了吗？你定就好。嗯。风雨桥这案子这么快就定了？品控那个林振不是每次都挑三拣四的吗？什么时候过会？这么仓促啊？没关系，品控他们说什么你先答应着，等我回来再说。你好忙啊，你做什么呢？风雨桥社，你是做振兴新农村计划的？哎，昨晚你不是这样的。别提昨晚。昨天在酒吧的时候，你也不是这样的。女人善变。你跟我聊天的时候，你非常棒，你还主动吻了我。我不吃亏。哎，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朱莉亚·罗伯茨。这位同学，请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我还没换鞋呢。你不是让我坐这儿吗？把书翻到第23页。这位同学，你入我这间学校已经7年的时间了，7年的时间你有3年生理不健康。今天老师就查一查，你到底哪里不健康。喜欢吗？我还没洗澡呢。你喜欢吗？喜欢。那还不主动点？
这位同学，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努力努力呀？喂，张总，您这么快就考虑好了？您要帮全家都买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现在没事，您说。对，人寿保险就是这样的。您是问了您朋友，还是说在网上查的？好了，那我明天到公司等您过来签合同。好，祝您生活幸福，拜拜，张总。打挺长时间电话，就上了个厕所。穿裤子上厕所啊？我刚上完啊，趁着放洗澡水的功夫，我打了把游戏。放洗澡水？啊。对不起。学会撒谎了是吧？你说话呀。嗯。王姐，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你特别像哆啦 A 梦里的大雄。哎，那就是静香。我是胖虎。今天是咱俩七周年的纪念日，人家都说七年之痒，七年之痒，你也开始痒了是吗？医院他真有一台手术。狗也挺老的，你说我能不管它吗？我不是不理解你的工作，你知道的。当初家里的人催着咱俩结婚，你非要去农大继续读什么研究生、兽医的时候，我在干嘛？我一个学植物保护的，我去卖保险，我偷偷挣钱供着你完成你的梦想。可但凡你把用在动物身上的心思稍微用在我身上一点，我也不会这么生气了。还有，我最讨厌你玩游戏，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咱们继续吧。继续什么呀？继续，没心思了。把儿子那灯换了吧。哦，我去把这身衣服脱了，难受死。你总看我干嘛？我看你好看。哼，我都这岁数了，有什么好看？成熟有成熟的美，世人缺少发现成熟男人魅力的眼睛，但很幸运，我有。哼，这是什么呀？你打开看看。这个应该很贵吧？是挺贵的。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我可没说要送你啊。你讨厌。快过来，我给你戴上。过来。这么贵的礼物不合适吧？另一只。啊。这样。期待哥，
你这里的位置可以一直留给我吗？小傻瓜。啊。你看看，好看吗？好看，特别适合你。那我下周去见我爸的时候就带着他。齐雷哥，你也一起来吗？不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爸爸又不是外人。行，你开心就好。我开心。哎，我去上个洗手间啊。司令，哎，范姐，让李田到我办公室来。姐，你要是有什么事交给我办好了。我要李田。不是姐，李田还没来呢。那你愣着干嘛呀？民宿智能调控系统马上就要过会了，赶紧联系他呀。哦。喂，李田，还有十分钟演示会就要开始了。范姐，抱歉啊。你怎么关键时刻还给我掉链子呢？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我晚点再和您解释。喂，喂。你回来了，很意外吗？你们全员都到齐了吗？没到齐也没关系，今天开会我站你这边，要不要帮你说两句啊？你总算来了，范姐，不好意思，这是我今天的内容，我实在是不太舒服，你帮我读吧。你看你这么不小心，我来帮你。啊，给我就行了。潘晓晨又拿到了业务冠军，这是提前预定了今年的总冠军啊。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加油的。晓晨，你可不能再继续加油了，你再加油我们可就没饭吃了啊。啊，太厉害了。好了好好，大家都各忙各的吧，散会散会啊。走吧。哎，晓晨，你还是得继续努力。哎，拿到这么大业绩还不高兴啊？王军今天一整天没有接我电话，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第一次？那王俊可真能忍啊。什么意思你？就你打鸡血那样，放在工作上行，放在生活中谁能受得了？你们俩是不是昨天晚上吵架了？算吵架吗？在你眼中要算是吵架，都得相互扛着大炮对着轰吧。喂，我出去一下。妈，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还专门跑我公司来了？哎呀，急事儿！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条件特好，1.83米的大个，就在下面呢。我带你下去看看。我有对象。你那个对象叫对象吗？收入还没有姐卖保险的多呢。哎哎，你这嫌弃我呢，还是嫌弃他呢？卖保险怎么了？我卖保险，我也是年度冠军啊。哎呦，他一个研究生，我原以为他能鲤鱼跃龙门呢，没想到还在水里扑腾。拿他做鱼汤我都嫌他腥。妈，这不是怕你受委屈吗？你要真怕我受委屈，你就不应该来我公司，不然让人家看我笑话，我受的委屈更多。走啦。哎哎，哦对了，下面那个妈，你问问他买不买保险，要不买保险的话就别见了，拜拜。哎，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哎呦，我坐这不白忙活了吗？真是这孩子。哥，我真不是来买墓地的。啊，那是来看墓地的。姑娘，小小年纪理财观念很超前吗？看看这款南北通透。我是来看我爸的，要实在不行，让我爸亲自跟你说。啊，算了算了。笑笑，找你拿个资料可真费劲啊！最近都干嘛了？导师都问我好几遍了。你拿着赶紧走，别让我男朋友误会了。就那男的呀，你到底看上他哪点了？你管我，做你的研究去。啊，等等，你帮我查一下这上面红色的是什么材料？油漆。我让你用仪器。知道了，走了。喂，齐伟哥，我都已经到了，你怎么还没到呀？潇潇，我这真有点急事，我实在来不及了，我先挂了啊！啊，想你，乖啊！啊！干杯！恭喜张大设计师，也恭喜我们风雨桥社通过评控。大家辛苦了啊！大家辛苦了。张总也辛苦。干杯，干杯！张总，我敬你一个。嗯嗯嗯。辛苦了啊！来来。你们慢慢喝，一会儿把蛋糕切了。哎，好嘞，好嘞。等你，等你，等你。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来，大家多喝点，犒劳一下自己。你说的这些都是借口。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哎呦，张大设计师，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项目过会顺利啊。你们在干嘛呢？没干嘛。林总，李田是我的人。虽然今天品控会上你帮了我很大的忙，但是你知道就好。我知道什么？你这个项目的核心是智能家居，现在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你这个项目能够过品控，你心里没数吗？风雨桥社从技术到各个程序都是经过扎实研究的。你这么说，怎么好像是被你硬推上去的？但我依然帮了你。范姐，哎，看到李田了吗？哦，没有。范姐，李田让我把这个给你。他还说什么了？没了，他让我把这个给你之后就走了。去哪儿了？好像往楼上去了。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是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李田跟林总在对接？是啊，范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生气啊。说。他俩好像走得挺近的，我说的是工作之外。李天不在的这段时间，他的所有工作你替他做。好嘞。李天。你站在这儿干嘛？我找了你半天了。姐，你先下去吧，我吹吹风。
范姐，你先下去，我想自己待一会儿。李天，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姐，你不懂。我为什么不懂？天台真是个好地方。这么多年，我大大小小不知道上过多少次。谈恋爱的时候上过，看到对方出轨上过，离婚了也上过。只要遇到问题，就想找到高一点的地方。是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但是后来我遇到男人多了，我就明白了，感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感情只是对于我们女人来讲才那么重要，遇到一点问题就要死要活。如果我们可以像男人那样，把精力放在事业上，让自己过得更好，哪怕是没有感情，一个人也会很快乐。范姐，你不懂，我的问题和你不太一样。我懂。你好。你好。王俊在吗？哦，请问你有预约吗？哦，没有，我是他女朋友。他今天请假了。他请假了？是的。他去哪儿了？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谢谢啊。客气。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去哪儿？先开车。送给你。啊，谢谢。不好意思啊，今天突然有点事儿，把你约到我长包房来了。快进来吧。啊，其实我们在楼下聊会儿天也行的。我还订了一特棒的蛋糕，你不想尝尝吗？快进来吧。送给我的小公主。不吹吗？嗯，哎，要不咱们还是下楼去吃吧。其实约你来这儿是有点尴尬，但我不是想让你多了解了解我吗？这是我的长包房，我平时在这儿休息，你以后没事也可以经常来玩啊。看来你今天是真的忘了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的相识纪念日。现在可以吹蜡烛了吧？你干嘛？潇潇，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选择了我。能碰到一个真心爱自己的女孩不容易，基本都是图我的钱。只有你，图我这个人。齐磊哥，你发誓，你以后只会爱我一个人。我发誓。行，你洗澡去吧。啊。你不想洗啊？你确定吗？那你等我。师傅，停一下，师傅，王俊。
你干嘛呢？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我看医生。你怎么了？我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不舒服，你怎么不跟我说啊？怕你骂我。医生怎么说？哎，我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走，跟我去问问清楚。不是，别！你这人马上要下班了，你这去不又排队又挂号了，打扰。你真没事是吧？啊。你确定？确定。你确定？行，那我们回去吧。小川。嗯。我能走回去吗？师傅，您稍等一下啊。怎么了？我最近对你要求太严格了。没有。真的？啊。行吧，那你走回去，你别迷路啊。喂，干嘛呢，亲爱的？你是谁啊？你又是谁？小肖。刚才我电话是不是响了？啊，没有啊。其实要是你现在后悔的话，我可以送你回家。不好意思，啊，喂，小肖，那个成分分析出来了，主要是油脂、蜡质、软化剂、着色剂一大堆的，准确的说吧，应该是唇釉，但不知道是哪个。好，我知道了。那，你去洗澡。我得先回学校，啊，不好意思，刚刚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研究的项目有点问题，我得赶紧回去一趟，下回见吧。万事开头难这种情况啊，在感情中也时常发生。你就拿我来说吧，每次我想跟别人开启一段新的恋情的时候，对方就会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为难我。我就不明白，我说为什么呢，我咋这么难呢？喂，您好，我是国际快递公司的，您有一个从法国寄来的快递。法国什么东西啊？上面写的是项链，给你放到家门口了。后来我终于想清楚了，啊，反思了。他们拒绝我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实在太优秀了，他们怕我是感情骗子，自我保护了。朋友们，知道了，我一会儿到。行，那我在老地方等你。潇潇，我跟你范姐也应该路上了啊，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其实你就会发现，生活中很多人啊，他们一到感情的时候就会想很多，生怕对方骗自己。但还有一类人，他们就不怕，哎，他们特别喜欢开头，开完这个头就去开下一个头，从来都不管结局怎么样。那你们觉得这种人，他们属于什么男呢？结尾男。不，他们属于渣男。哎呀，不过跟这种人谈恋爱啊，你不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他永远都不会出现忘记周年纪念日这样的问题，因为这种渣男，他们的恋情根本就撑不到一周年。怎么样，你们七周年纪念日过得怎么样？我推荐你买的衣服你买了吗？买了，效果可好了，好到王军都不愿意回家了。啊，你呢？你项目上了吗？啊，累得我马上逃出来了，就想出来给你们聚聚。累点是好事儿。罗潇潇，你
你怎么又迟到？你有没有点时间规划？对不起啊。你怎么了？没什么，估计又是情感问题。恋爱脑，又感情洁癖，见一个就爱一个。没事啊，没事。怎么了，凡姐？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我男朋友他怎么了？他好像……哎，你好，茱莉亚·罗伯茨。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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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Yes, you love me. I know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babe. So don't you play hide and seek with me.So easy to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Yes, you want me. I know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babe. But it is not for me to say, to chase. How can I show my heart is burning? You gotta know all I can doIs wait for you to be my hero. It takes my breath away. Need you to save from August to August my body and soul. Now it's time to show.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 long time ago, a boy longing for my kiss.I should have seen, should have seen. Oh, come on, kiss me. Hi, hi, hi. You gotta know all I can do is wait for you to be my hero. It takes my breath.Kiss me.